特别是以热为主题，将会呢在这个高雄巨蛋来举行，在7月2号礼拜六的时候。那么另外呢，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的部分呢，则是要来举行国际音乐节。那么今天上午的这个记者会现场究竟如何，带您一起来关心。演唱类最佳华语女歌手奖入围的有 Karen CC 99% Angel， 詹雯婷，非詹雯婷在云彩上跳舞，叽叽喳喳；蔡健雅 ，Depart； 以立高路，寻找你；魏如萱 ，Have a nice day； 袁亚维 ，T.R.A.， 月亮失眠了 ，Once upon a moon。演唱类最佳华语男歌手奖入围的有卢广仲，励志论；许君，美梦公司；Yellow， 黄轩 ，Beanstalk； 马念先。马念先个人创作专辑《Mama Jeans and Daddy Shoes》，裘德《最后的水族馆》，崔健《飞狗》。好，那今天呢，这个名单一公布啊，总计呢是有173项作品，那么总计要角逐26项的金曲奖。那么今天会后呢，这个评审团的主席阿迪亚呢就特别说了，除了歌王歌后这些名单非常难选之外，其实还有4张专辑是比较像是遗珠的部分呢、包含了像于丁密以及彭佳慧，还有艾怡良以及小雨，都是呢在这个进入到复试之后。很可惜呢，没有进入到入围名单。好，那么今天的这个金曲奖公布了173项作品，其实呢都是非常精彩的。那也将在7月2号礼拜六的时候在高雄巨蛋来举行，也让大家非常的期待。以上是现场的最新情况，把时间镜头交还彭内。